这个上次有讲，就像我们讲这个射手座组合包，那里面呢就有星座典藏系列的组合包，然后你可以得到射手座熊大，还有射手座木质剑吧。在商店里面，在这里吧，大家自己去找啊。我要继续种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什么？哦，玉米有够多啦，木材，怎么得木材啊？应该也卖出去了吧？哇操！谁可以帮我买一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就可以干嘛？感觉被抢走哎！来买的应该是有钱人。哦，那个红萝卜都抢的不抢不到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超缺红萝卜。哈哈，就才一个钉子而已。哇，他妆也好美啊！每个人的庄园都不一样。我在讲废话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玉米好像蛮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就是小麦也是。这个是可以做汉堡哥吧？材料が足りないよ。先看订单可不可以接着做其他的事情。哦，红萝卜、鸡蛋，红萝卜跟鸡蛋怎么可能啊？就没有鸡蛋哈。哎呦，拖慢一下。哦，生意也太好了吧？对啊，这游戏到底是有多人在玩啊？每次过去就不见了。所以，感觉玩到最后面，大家还是。磕个底下实在，各位懂我意思吗？感谢购买，欸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会少玩呢，欸，后面不会顺便哦，很亏。我要菠萝面包。到底谁有那个？那个。那个萝卜，我超缺萝卜，我不愿把萝卜给卖了。萝卜基本上是要留一根，之前没有注意就全部把它卖出去。所以各位任何的植物都要留一只哦，不要做后悔的事情。哎，烦呢！这真的烦呢！我真的怒了，我真的恼怒了！你奶奶的，全部给我出去！留一只就好了，真的以前很笨呢。我以前就是都不懂得留啊，你没有留一根，你要怎么繁殖？我问你们，
对吧？这些就是要繁殖啊。欸，薯条是不会买笑，你们真的那个欸。哼，谁要帮我买东西啊？我先变成番茄摩格斯。所以牛怎么说？好啦，所以你们这边要去收集各种植物哦，每个植物最好收集一只。OK， 又继续。好千金哦，惊死人！这个千金鹅、啊，那砸很多钱、啊。天、啊，吓死人！我看很多合作活动他就有哎、欸。欸，他也得到很多金牌奖，太猛了，大科长了。